我们现在人在的地方是江阿星洋肉的二楼，我们利用拍戏的空档，大家看看江阿星洋肉里面的陈设。那大坤哥，按照你讲的，除了地板以外都是我们塞的。对，没错。这个也是你们塞的？对，这全部都是。对。太强了，我以为就会是原本的。今天要带着我们就是解密江阿星洋楼的二楼。依照现有的状态，我们应该换掉了90%。90%哦，这个屏风也是你是我们的，我们设计的。那这屏风我们就是参考大正昭和时期的风格，然后就是我们想办法去模拟当时的状态。像这都是真正玻璃，不是我们用亚克力做出的，是一新的梳妆台。我们用这个绿色窗帘去符合我们剧情里面的设定，这一整栋洋楼的颜色都是绿色的，啊，地毯啊、椅子啊，为了它上面是比较浪漫，所以我们特别找一些这些，然后两块布把它接起来，就让它看起来多了一个层次在。哎，一新的钢琴，对，这个内推的钢琴，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嘞。其实就是找相近的类型的款式来用。稍微看一下一星片场都在做些什么事情，这里面每一个小细节都很用心。他们设定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看什么书，一星是学洋裁的，看到很多洋裁的东西，是那些粘贴啊，一些版型。对，这本是我们虚构的杂志，记上它就是会稍微去看一些杂志的东西啊，对，包含什么肥料啊，茶叶啊。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的造型，去考察发想人物的造型，把它做出来。阿鲁师傅做出来最初的那个天皇茶，道具组很用心的，就是还原真正的五色茶。五色茶就是东方美人的茶。对啊。哎，这因为刚我家里小时候我看我爸用过，哎。当你在看的时候，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去看旁边的一些我们陈设的小细节，也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茶经，谢谢大家。